各位，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终于来看一下2023年你的大概走向会如何。 OK， 我们今天讲大概，所以内容包含人生，还有你的灵魂明年讯息，以及你的爱情。好，爱情也是讲一个大概内容，但今年的明年的工作以及金钱呢，我们就再单独做一个影片去占卜。我们今天就只谈人生在2023年，以及灵魂讯息还有爱情。 OK， 好，那你如果觉得你准备好了，周遭环境也差不多挺安静的，那我们就来进行选牌。如果你身心灵还有点嘈杂的话，建议你等到你觉得比较平稳的、平顺的再来听建议哦。好的，那我们来进行选牌吧。嗨，牌组一，我们来看你的2023年发展吧。你们选到的是这个天使翅膀的牌卡。那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你们的内容，因为我们待会会一一来讲，刚刚已经先抽的神谕卡。我觉得你们的明年啊，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年，但是有时候自己好像比较悲观的时候，却会看不太到这个希望，看不太到就是明明就有很多好事情发生，可是你却觉得好惨哦，或好悲观哦，这样。所以你们这组牌的人，我觉得可能是有些时候很容易被负面的情绪给带领，但是其实你周遭有很多好事情在发生，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机会出现，只是有时候人就是你知道犯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好，但其实它超棒，它根本就是一个机会，只是你没有抓到或你没看到。所以我觉得你明年啊，可能有些时候会需要一些提醒吧，可能自己的灵魂可能会提醒你，又或者说你突然看到一些翅膀，或你看到一些羽毛，可能就是在提醒你，暗示你，你不要错过了。其实可能你现在觉得负面的东西并不是绝对的。而且我觉得我在开头就一定要跟你们这组牌讲，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们牌卡，我觉得他一定要告诉你，就是我们人的观点真的有时候会被自己的想法给困住，可是事实不是如此。我们举个例，就假设今天你的对象跟你说我不想要跟你继续了，你真的很烦，然后你就会解读成他真的要抛弃我了，他一定是因为我过去对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对我不爽很久了，所以才讲这些话，就是你可能会自我解读。但其实对方他就只是单纯在闹脾气，然后在不爽你今天没有买饭给他吃之类的。你知道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解读会过度解读或解读错误，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所以你们明年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在一开头他就觉得想要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把你的自我解读放下，你们有点负面啊，或者说有时候被情绪拉走啊，这些都要多注意一些。你能看见事实是最好不过的，因为有好多好多精彩的事情在你明年。所以我们来一一来看吧。好，首先第一张呢是 Capricorn 摩羯座，这是一张你明年会有很多事情都本来可能觉得不能，就没办法管了，或你觉得好烦哦，好不想管了，可是偏偏明年很多事情就是得要按部就班的来，你都得要去执行，你都得要去面对，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会浮上台面，它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假装没看到，甚至就像今年一样可能就浮云飘过，时间就很快就过了，然后在那边装睡不行，里面真的有很多事情得做，尤其是工作上或者是你人生的安排，其实都有点像是马不停蹄的在安排着。 OK，好，接着呢有一张 8th house， 这张是第八宫，这张代表的结束跟新的开始，重生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明年在某一个领域上，又或者两个领域吧，不一定某个领域，可能会有一个重生转生的机会。我不确定是什么，我们待会还会帮你们再详细看一下这个转生重生结束是在哪一个点，反正我们先告知你们有这样子的情况。 OK， 然后在第三个呢是 Grand Trine 三分相，他就说这个重生跟转生这个结束它并不是
不好的哦，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遇或很好的一个礼物，而且是你自己人生安排的一个非常棒的礼物。所以我刚刚就有一开头就说啦，有时候我们自我解读觉得这个很糟，但其实没有，它就是不糟。你为什么要解读成糟呢？你们天使就想要把你巴掌再打回，就说这个根本就是没那么惨好吗？你放轻松一点。这有点像是什么，我们人一旦遇到一些对自己不如意的事情，尤其是不是顺着自己想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通通解读成我不要或我很惨。但是过几天后你会发现，天哪，超棒，这件事情没发生真的不行。所以你们明年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哦。 OK， 因为这个三分相真的是很好的情况发生。好，我们继续啊，待会一样我们就会看细一点是什么事情好吗？我们先广泛讲一下。再来有个 delight， 这个是可以庆祝，好，可以开心，然后 keepsake 就是可以纪念的事情，所以明年应该是有很好很棒很值得庆祝的事情会发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是什么事情了哦。我用骰子骰一下是什么呢？三宫哦，你会遇到很好的人缘，有可能是人脉变得很好，或者是你会遇到贵人，或者是你在工作职场上有好人帮助你之类的，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指人缘啊，人脉类的，因为三宫有时候是在扩展你周遭的朋友圈或认识的人的圈子，有点像这样。然后呢，三宫有时候也不只是在指人而已耶，他有时候是在指说你自己的认知，你自己的想法会更扩张，会更扩大。可能你本来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没兴趣，可是你慢慢的发现你好像有更多想要专精的领域。本来觉得画画好无聊，然后就变想要去画画，思想扩大，然后想要的事情扩大都有可能。所以这边的三宫不止人脉扩大，还有包含你的思想扩大，想要做的事情变更广。其实我觉得三宫讲的还蛮多的啦，就是它的范围很多，我这边只是挑我觉得有感觉的讲。 OK， 我们再猜一次好，应该是还有别的事情，还有什么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值得庆祝四宫，四宫我看看是指什么？四宫 ，OK， 应该是爱情。如果说你现在，也不用讲你现在啦，就是你明年在感情上面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因为我觉得这个四宫有点像家人性质，或者是与你很亲近的人，所以你应该是明年在感情上面会有一些好消息。那待会我们一样就来特别帮你们看感情。那刚刚说的那个死亡啊，还有重生，就是还没有看到一个真相，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留着待会继续看。接着来 Longing for belongingLonging for home, belonging, the original light walker. 好，我差不多了解他的那个死亡跟重生是什么了，因为你看后面这张牌也是死亡、结束、重生、转身的一副牌 ，completion。OK， 你看到画面应该就知道了。所以你明年应该是有你觉得放不下的事情，但是得放下了，得让它结束了，然后来到一个新的局面，新的发展境界。OK， 这有可能是指你的感情或你的工作。我觉得 我为什么没有到现在都还不想帮你们筛那个重生死亡的领域是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针对每个人不一样，真的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边筛这个是什么领域有点没有意义。但是可以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明年会有一个你自己的事情来到一个死亡，来到一个结束，而且这个是你纠结很久的，你一直放不下的，那明年会有一个重新起头的机会。但是重新起头的机会之前会有一个结束，会有一个死亡发生。譬如你跟
你跟这个人断绝关系了，这个叫做一个，这个叫做死亡一个结束。可是隔天，哎，你又遇到一个新的人，让你走出来，让你遇到新的好的人，这就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可以自己先有个概念，它就是一个重生、死亡、再放下，然后再有一个新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个感觉是你纠结很久，是因为这两张牌，哦，画面太下面了，这两张牌都还蛮是那种事情粘黏着，然后你自己也很难以去放下，一直有所期望，一直有所念旧的牌卡。这个纪念品也是一张念旧的牌，这边的画面整个感觉都有代表念旧啊，放不下啦，这些情感在，所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办法真正释怀，而明年会有一些释怀的机会，而且 放下重生转生的机会。好，接着 Don't soothe your pain with monetary pleasure， 他说你不要轻易的呢就抚平了你的伤痛，而且还用一些很随便的方式去抚平它。我们假个色，譬如你被别人抛弃了，那你现在就以为喝个酒，借酒装疯，借酒消愁就没问题。他这边指的就是类似这种随便的这种随便去面对你的痛，并不是这边想要带给你的，反而应该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边的第八宫它的能量超强，它的意思就是说要你们仔细面对这件事情的背后根源，它为什么要带来给你这件事情，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对你的人生改变是什么。就有些事情它发生并不是随便随机的，它是故意的，也许是你自己安排的，或者是有人命运安排的，也都有可能。反正它既然发生，一定有你也需要懂的意义。所以你明年真的是不得不去面对一些事情，感觉好像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就放下或逃过一劫了。我觉得这讲起来有点沉重或有点严肃，是因为他这边第一张牌给我的是摩羯座的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牌卡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很随便的去带的话，他这边给的牌卡能量应该第一张会是那种双鱼或者是双子这种比较who care 的牌，但是他这边的摩羯让我觉得严肃，那个能量是很集中的。所以我想我们会这样讲的原因，真的没办法啊，真的没办法。我们再继续吧。Remember, many of the clouds of cloud casting shadow unreal. 好的，我想你们明年应该也是个众所皆在讲的什么觉醒的一年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对觉醒这一词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它的意思是说，你的眼界会看得更广。看得更深，你不会只想看事情的表面，你会想要挖到底下去看究竟是什么，你的灵魂到底为什么安排这件事情。所以这张牌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见的可能只是一个浮云，说不定它底下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它这个 Many of the cloud casting shadow unreal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头跟你们讲的，有些事情呢它并不是只有表面你所认知的那样，它可能背后是有更深更深的东西在，或它有真相的。它的这个就是阴影不是真的存在的嘛，云它所投射下来的光产生的阴影并不是真的存在的，所以那它为什么要存在呢？这听起来有点扭曲，反正我们刚刚的意思应该已经讲了。我们下一张，我们下一张，不要让你们乱掉，我自己也乱掉了。 OK， 下一个 NEXTTake chance, you'll realize how perfect something will turn out. OK， 他根本就是在延期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说把握机会，你会发现诶，这个好事情呢真的转得很好。所以我想这个重生，这个改变的确为你们带来很好的命运安排，它绝对不是不好的，好吗？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是什么领域重生，什么领域死亡，但是针对每个人不一样。接着 Shadow Water， 这是一个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 Shadow Work， 或者是自己疗伤自己的黑暗面，
或整理自己的一些内心阴沉下来比较隐秘的一些情绪。所以你明年的确是有一些事情会勾起你最深层的记忆，或勾起你最深层的渴望，勾起你最深层的痛苦之类的。但是这些勾起呢，我想就是刚刚说的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而且会让你有更多好的机会，新的方向出现。而且这新的方向也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不是说哦，我现在就给你两个方向，你要不要选都没差，而是我现在只给你一个方向，你就选，这是最好的。他的意思就是很像这样耶。好 OK， 最后两张爱的牌。 If you could do anything, what would it be? The answer to in your heart, not in your mind. For the heart is the gateway to the soul.如果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想做什么呢？答案已经在你心中了，而不是你的头脑。你的心呢，就是你的答案，通往灵魂的答案。这应该是待会我们会讲爱情的时候，会提到的内容。我们还没讲爱情，对吧？ A message for you. I'm thinking of you the very moment your love fills me with light. I love you. 有人对你爱着，看来你明年有人爱，而且会有人陪你。好。来，那我们来用维特牌哦，抽一下感情的牌卡，以及明年大概的这一个人生牌卡，我们再来抽一下。这边看完了哦，这个就是总体叙述以及灵魂，可能稍微想暗示你明年的发展会怎么样。OK， 来让我解释或者来看看你们明年的感情。是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告诉你们呢？我就现在稍微接受到一些东西，它有点像是要你们大胆的去前进，在感情上，明年是可以大胆的，是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的。哦，对，权杖七来了，有没有？各解权杖六，这两张暗喻着说，不管最后会不会是你想要得到的目标，其实你都该付出你 100% 的精神跟 100% 的努力去前进。我们今天这个讯息就是从全部爱情，没有在管你单身还是你非单身，反正你明年谁知道你现在会不会继续你的感情对象，还是你会不会继续单身，对不对？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就都看都听。反正他这边就是在讲说，你明年的感情，其实你应该要付出 100% 的努力去经营，不论到底最后会得到什么。因为不管最后到底有没有符合你理想的状态，其实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一个安排或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你都可以去试试看的。好，那我们接着看，那结果会如何呢？一个国王牌 Emperor 跟钱币六，我觉得他很明显就在暗喻你有努力才有机会耶，你有努力才有机会。你看这个国王牌就是在讲说，他给我一个剧情了，他现在给我一个剧情。我的灵魂有时候会透过一些剧情来去表达可能牌想要告诉我的意思。你设想一下，这边国王牌在古代，国王有什么能不能做的？他几乎万事都可以做啊，只要他想要去做，就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他都可以做到。所以他这边指的就是指你，不管你自己觉得会不会成功失败，你都去做，都去试，一定会碰个那么运气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你如果都不做呢，就真的都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最后前辈就是说事情会有着落，而且哦，两张六，六在我的塔罗牌里面是最吉祥最棒最优秀最好的数字的，算起来是，我觉得十还没那么好，因为十有点太复杂了，六还算一个吉祥，因为这边六的牌基本上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至少啦，你有努力是真的有一个好结果，甚至是你会得到至少一个好的安排的。 If you could do anything, what it would be? 看一下那个是什么嘞。好，我们再来接着哈，太阳牌，命运之轮，
OK， 最后一张，最后两张，恶魔牌 ，Page of Sword。欸，我觉得这边感情讯息没有要讲很细。所谓的讲很细，就是讲，欸，你跟这个对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这边为什么没有讲很细，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本来就是比较广泛的，针对整个2023年去看，所以才会讲的比较开比较广，所以我们这边不会讲说你跟谁怎么样了，而是提你自己的发展哦。那下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牌卡，而且还有三张主角牌，主角牌大牌，有一个太阳牌，它上面对应到我们刚刚说的持续努力持续前进，对吧？他就是在指说这个方向绝对不会错，所以我觉得你明年真的是可以去为了一个机会试试看，不管你认为有多渺茫，如果你自己都不试了，真的是连命运都帮不了你，因为 你唯有自己去推。那个谚语怎么讲的，成事在人，努力在人，成事在天吗？好像是之类的谚语啦，我有点忘记了，请饶了我，我有点词穷。反正他意思就是说，你人如果没有努力的话，上天再怎么帮你也帮不了你，你如果死都躺在那里，那谁能够给你一个好运呢？ OK， 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得动起来，虽然你的命运的确帮你在明年的感情路线算是安排的妥妥当当，但你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动，还是没有什么机会来的。然后后面恶魔牌跟这个宝剑侍者，我倒是觉得应该是指某个人哦，因为上面有一个 A message for you， 他说有个人一直在想你，他不断的在日日夜夜的对你思念着，然后这个恶魔牌又 有一点邪恶，然后很像是他对你下咒，然后你也日思夜想的想着他的感觉，所以也许你明年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魂牵梦萦的对象出现，然后搞得你七上八下的，心里面很乱啊，然后一直在想着跟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明年应该是有一个还蛮宿命的对象会出现，现在还看不太到他到底是好的缘分还是坏的缘分，但是只能讲说这个人是很有跟你很有命运连接的，很有宿命连接的，然后你们很像是牵扯着命运的那种前世今生的连接。我们这边会讲这样，就是因为这边的确有命运牌，然后还有恶魔牌出现，所以才会这样说，不是说每个人都讲命运好吗，每个人都讲前世今生，没有。 OK， 所以就是好，我们 move on 继续下一张。下一个宝剑侍者，就像我刚刚说的，应该是跟某个人有关，所以他那边给我宝剑侍者有点像是这个人跟你之间没什么交集，以现在来说你跟他基本没什么联络没什么交集，但是他就是明年会跟你这样子互动的一个人，所以你现在有在联络的人可以排除了，他就是看起来不是。好，感情的讯息差不多了，我们接着不要来看感情了，我们再为你们明年的人生牌卡做个讲解，做个整理。那工作讯息啊，还有金钱讯息，我们就再做一个影片来去拍哈。我们这边就提人生跟爱情 就好了。好的，来，你们明年2023年的这个人生命运安排有什么样的消息讯息还能再告诉我们的。牌组一，哇，复我愚人牌，明年真的是很多事情即将很像是突然都要爆发，突然都要去做，突然都要崭新的出现，所以对你来说真的明年是很换新的一年，不会像是那个什么2021年在期待2022年的那种换新的一年，因为2021年明明就是还在戴口罩，那2022年还在戴口罩，哪里来换新的一年？我觉得这边没有了，他已经在讲真的就是崭新的一年，真的就是一个我完全跟2021跨2022是不一样的，因为已经来到2023了，这就是一个很新很不一样的东西，你的确确得该去面对很多事情。然后再来了一个皇后牌，
Empress。Empress 带给我，应该说 Empress 跟这个副牌加起来带给我一种很，游戏人间，然后很游历、闯荡、有趣，然后，很像地心冒险的那种感觉。非常有冒险家的精神，所以你明年还蛮多好事情，很多很有趣的啦，就可能没干过、没试过啊，或者是你可能也出国玩啊之类的都有可能，因为这些这两张看起来还蛮冒险家的精神，就是很多突破性的好玩的都会在明年发生。然后接着又出现一张恶魔牌，哎，又跟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对不对？这边恶魔其实也有连贯的那种能量在，都还蛮让人家觉得是那种很好奇很好玩的东西会在明年发现。好，然后呢，我们刚刚应该有提到，就是你可能会面对一些你心里面很难以去面对的事情，对吧？但是你得放下，但是你得去面对，你不能不去顾。感觉上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你的宿命啊，或你得去面对的人生债的感觉。然后后面的恶魔牌加宝剑七，我觉得又有一种应该讲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宝剑七它就是让人家很像你故意不去面对，可是你偏偏还是得面对的那种感觉在。我闪一下这个部分哦，我说不好就是还是会讲，所以我们看一下细节是怎么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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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四宫巨蟹座，巨蟹座也是对应四宫。这件事情呢，或这一连串的事情，我不知道一件还两件哦，它一定是针对你心里面的脆弱点来着的，所以你明年会有一些需要去克服的业障。讲业障会比较理解啦，业障或一些人生上面的障碍物得去克服。但 你现在也不用那么悲观，因为每一年嘛都这样，这有什么吗？这有什么吗？这不是都是一样有一些业障或烦的事情要去面对吗？悲共耶，他这边又再讲一次，抱歉啊，没办法，他牌给我们什么我只能跟着讲什么嘛。接着来一张宝剑九，这个很像是专挑你害怕的事情来，所以你害怕什么呀？你害怕什么？可能明年就是得去面对什么。然后再来，他就给了一张钱币皇后，他就说我们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提前害怕，也不需要提前准备。他就是在讲事情的安排都一定是有前后因果，有前中后再安排的，所以你其实到时候再去面对就可以了。而且他就说事情一定会有完整的落幕，他的落幕是很好的，那如果不落幕的话反而才不好呢。好，接着呢是一张圣杯六，然后他说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发生，有可能是因为要实现你最想要发生的梦想，或你最想要最想要发生的理想。假设你的梦想是一家子团聚，那就有可能会先经历一些我们刚刚所说的业障，然后再来到一家子团聚，这个就是你的梦想。你的为了让你的这个梦想发生，它必得经过一些比较复杂比较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梦想或你的理想是什么，有可能在明年你要达到这一个境界，就是得面对一些你脆弱的点，你最不想要去面对的事情。过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来了，那个梦想就来了。好吧，他这边就是讲这种很笼统的事情。好啦，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比较不笼统的东西要告诉我们。牌组一，星星牌，
国王牌。这两张就是刚刚我们有点再继续重复讲的，可是这是好的事情。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想要去成真的希望，你想要成真的目标，想要成真的愿望，他的确有机会会透过你明年的努力而达成。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说你会经历一些业障或需要一些比较克服的过程，就是因为这事就是需要努力的啊，你不努力哪来换得这个甜美的果实，有点这种意思啦。所以那我们就不要怪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了。我怕有些人又会留言说不要怪我讲这些东西，但你知道有时候我就是没办法，我就看到这些我就想要去这样子讲，所以或许这就是你们明年2023年的一个讯息吧，爱听不听随便。我现在都是对留言有点敏感，尽量不想要去看，因为我觉得很容易影响我的心情，不管好坏都是。所以 yeah 好啦，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吧。其实从刚刚看到现在，我觉得你们牌组一就是有好有坏在明年。那他这边指的好，我们刚刚在爱情里面有看到，你会有个人非常非常的想念你，非常非常的跟你之间牵着魂牵梦萦，让你也想很多。那你们之间应该是会发展一些很罗曼蒂克的剧情才对。那至于会怎么发展，我们以后再慢慢做影片来占卜嘛。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些有点概念概括总结的一个2023年讯息。 OK，好，我再继续做个总结哦。好事情还有包含那个跟一直有说的某个事情死亡重生，这个结束它会迎来好的结果，它会有一个好的方向发生，但是它就是不讲这是指你的什么，指你的爱情还是指你的工作还是自己人生，就是没讲，因为真的每个人真的不一样，请饶了我，我也没办法去细讲。 OK，对，然后好事情还有说你明年会有很多有趣的好玩的你觉得没尝试过的都会发生，所以你会扩展你的认知，扩展你想要去玩的方向，所以会有蛮多好的有趣的方向出现。那坏的事情呢，就是你必须得面对你的业障，必须得面对你痛苦死亡不太愿意去面对的事情，脆弱的事情，这个就是得去面对的。嗯，然后还有些事情可能并不是你单纯表面看到的那样，它其实背后更有它的意义存在，只是你有时候会太负面，一看就觉得不行了，但是过几天其实就发现这是一个新的门啊，新的机会啊，对吧？ OK， 这是比较坏的过程啊，应该是没什么坏的了。嗯，好，那这个应该就是你们2023年的大概讯息啦，希望有稍微给你一个概念，好，不期望帮到你们，但希望给你一个概念。毕竟我们今天选到这组牌，它其实就是想要传递一个中心核心意思，就是往往事情并不要只看它表面，也不要只一两天就看它的结果，它可能事情的背后有更多意义存在，而你自己必须得要花很多时间去领会去领悟，你才发现啊，原来如此啊， so this ne 这样子的感觉。 OK， 好，我们就到这边吧，感谢你们牌组一，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嗨，牌组二，我们来看一下你们2023年的发展如何。那么你们这一副牌，这组牌呢，其实应该是四组牌里面我最感同身受的一组牌，虽然我不见得会选它，但是我最感同身受，也许你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个牌卡的画面感同身受你才选的，所以你可以稍微听听看明年你的发展会如何，但你不用可能太过对号入座，我们就听听看了。 OK，反正讯息就是剪你觉得 OK 的听，你觉得不 OK 的就抛到脑后吧。那我刚刚会说感同身受是因为这组牌我刚刚要讲的时候很没 feel， 我就有点像是挑着东西讲吧，可是后来我听到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应该要说说你自己的痛苦过程，或你应该要说说你自己的心理经历，才能够让牌组二的人也有共鸣也有共感。就是今年2022年对大家来说应该都不是一个很好去发展的一年，我们碰上很多
怎么讲，就很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之前，然后杵在那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要往前也不是，要后退也不是，那往前看 又如何看得到希望吗？就是面对我们2022年的人生，的确有这种身在交叉感的这种命运卡住，非常没有燃料的感觉、啊、然后甚至有时候也会燃料没有了，也很难继续前进，很艰难很艰涩的 feel 啦。那我自己遇到的东西不只是工作上面的烦恼，当然也有爱情啊，也有很多人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身处在同一个世界里面，这些频率难免都还是会偶尔每个人都会遇到，而且不一定今天你没遇到明天就不会遇到，而是可能大家都有在这个共感里面去分享这股能量，所以你可能才会抽到这一组牌。好，这个第一张是 Iris 的 Communication， 这是一张必须要与自己好好沟通，然后去 理清就是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为你带来了什么样子的成长，为你带来了什么样子的感同身受。而且他后面又传递了一个讯息，就是身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为何会经历这些痛苦，或有一点茫然命路交叉感的感觉，有可能是因为要我们能够开始不只去想自己的状况，也要扩及他人，多把自己的心扩散出去，不要只自顾自的去想自己的状况。就是这个世界它现在走向有点越来越变成说，我们一定要去大家牵着手往前，才能够真正的一起大步前进。如果说你只是一个人在一昧的照着自己的步调在走的话，会很难前进，会有一点卡卡的。所以它有点像是要搬出我们的大爱精神，或者是要搬出我们的那个体贴心同情心，然后让我们能够真正体恤他人也体恤自己。所以这个对你们的2023年来说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你在2022年经历了一些心理上面的成熟啊成长啊，这些东西都在帮助着你去达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目的，能够理解其他人，然后同情大家，心连心的一起向前走。也许这个是你们在2023年最好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利器之一。如果有了这个利器，有了这个利器不是 power 的那个利器哦，是有力的武器。OK， 如果有了这个有力的武器，就是这个心开始变得比较扩散，能够大家心连心，而且顾全每个人的话，这个会是你2023年很好的一个武器去发展很多事情。那也许很多好运啊，或者是真正美好的事情会向你前来，因为你看的心态比较不一样了，那个东西给你的东西也自然会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咯。这边有一个 Libra Eye Balance 天秤座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哦，我们两个意思一样的字词又出来了，我们牌卡都是随机抽，它这边都是跳一样的能量，真的很有趣。我们可以看一下两张 communicating， 然后加上这个天秤座，它也是对应到我们风元素，这个是风元素的牌卡，所以这三张基本都是风元素。我们一开头就开了这么多风，风元素会让我想到很不稳定、很动荡的感觉，因为在维特牌，在塔罗牌里面呢，风元素的牌基本很多都是那种想很多，思考很多，然后但是很容易被动摇啊，可能也没有一个定性的方向的感觉，所以可能你在今年的发展就是有一点这种很像风吹来吹去，然后就有点不知道吹去哪里啊，自己也被风吹去任何地方，可是都没有一个最正确的方向在指引你的感觉。这个有点在测试着我们的底线，测试着我们的定力，所以我才会说刚刚你最好的武器利器就是你自己的心，如果一直都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在发展，而且也能扩及周遭，
你的这一个力量就会非常的稳定，你就不会被可能接下来来势汹汹的这是什么台风或来势汹汹的什么命运发展给打倒了，你不会，因为你已经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我跟你说，风元素的人不是人啊，你们这组牌因为很多风元素，所以我说你们是风元素的人，但不一定你的命牌里面就很多风元素，因为我们今天抽到这个，所以我就会说你们这组牌是二的人，真的很像风元素，然后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然后拿着宝剑的那种战士精神。我们随便拿一张给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我们宝剑牌卡的人物牌，他真的很像战士，战士都是要拿着宝剑挥舞的嘛。我看一下哦，来一张宝剑牌卡耶，有点久哦，不好意思啊，一直吹不看一下，这张是宝剑国王，有没有一种威武战士精神的感觉，对不对？其他的那个国王啊或其他的人物牌，他们都是拿权杖或拿圣杯的，就是相对的没有那么战士精神，可是你们看起来就是已经经历了身经百战，所以不畏一切，你的确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前进，因为你是战士，你可以自己去游刃有余的选择你想要去前进的方向，就很像肌肉，如果你练成了你就可以干很多事情，可是你如果肌肉没有练成你就软趴趴的跟个薯条一样，你要做啥都做不起来。所以我觉得你们这组牌在2023年你有很多力量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就很像八爪章鱼一样，你想要扩及任何领域其实都有你的份，而且你也很能够轻松的去把它达成。所以如果在2023年啊你有什么想要去学习的领域会还蛮成功的，而且你不只可能学习一个领域，你可能学习好几个领域都有可能。那因为这边有出现很多风元素，所以又包含人缘人脉的话你也会扩展的还蛮多的，社交处理社交状况也会挺扩展出去，但是如果社交状况越来越多的话，可能人上面会对你来说比较复杂，因为有时候你认识的人太多太复杂太烦，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你自己还是要注意在明年交友方面，因为既然我们跟他们说你的社交状况会扩展会扩大，那就对你自己筛选一下人该怎么去跟他们互动吧。好，来，那我们接着看 Leap You go first, the universe will catch you。这个也很像飞起来，被风带领起来的感觉，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应该会有一个很想要去前进的方向，不晓得是什么，也许是你心中一直希望去哪个地方玩，或你心中想要变成什么样子的人，或你想要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明年给自己什么样的目标，他就跟你说你应该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你去前进吧，宇宙会接住你，不管你现在在担心的是什么，这些都在你前进之后会被抛掉的，所以你的担心有可能只是徒劳的担心而已。他这个有在强烈的建议你可以去前进某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应该是你现在就有想要前进的东西。好，接着The Alchemist，你们牌卡很有趣，一直重复抽到相同的字词的牌卡，而且还都是不一样的牌。这个 Alchemy 上面有一个牌卡也是 Alchemy 的单字，给你们看一下 Inner Alchemy。 好哦，两张都是这个炼金术师的牌卡，这两张其实也蛮像的，都有圆圆的意象，然后发展出一个东西，所以你们的确看起来是有什么事情正以很激烈的速度发展着，而且它是有点像魔法一般正在被创造出来，正在被发展出来。所以你如果说你现在在经营什么魔法的东西，譬如比较偏灵性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偏玄学的东西的话，真的是不意外，因为这边抽到很多魔法或炼金术师的牌卡，所以有可能你现在就已经在学了，或者是你未来会想要接触这个也还蛮有可能的。那他除了在讲这个比较偏玄学的东西以外，还有在说你看他这边是有点圆圈对不对，然后综合起来发展出一个
新兴东西的感觉。它的意思也有包含着你会综合之前所学的东西，然后一并全部派上用场，就像战士一样，我们刚刚提的嘛，你在明年应该是有一场战争可以再继续往前，可以再打，而且这场战争呢，你已经储备已久，现在是时候派上用场。所以我想你们在之前所经历的这些，可能都是在为了2023年所准备的。所以对2023年对你们来说，已经看起来是一个还蛮大的一年，因为有一个战场，有一个事情是你必得上去干一场的。好，这个应该是你想要发展的东西啦，所以你可以自己好好想想，因为我们这边指的是你的什么，应该是你现在就有想要发展的东西，然后这一个东西是我们刚刚所形容的这个战争，这场战场就是你已经储备已久的，为了这场战你得去打赢了，去打它，这就是你的 OK。 啊，至于会不会打成功呢，上没有讲，还没有说，我们继续看 Sacred Vow。 这张是说要不要打成功，其实得靠你日积月累的努力，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触即成的，这个 Sacred Vow 它是一个慢慢的然后累积形态的去组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为什么明年会有这一个事情或这一个战争你得要去面对，有可能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里程碑吧，对，脑海突然出现一个里程碑，为了去奠定你过去所学的，成就你的 OK。 我们假设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职业是个老师，那有可能明年你要准备什么教考教甄，或者是你要准备什么非常非常会为你的职涯进入下一阶段的东西，那有可能你就是得在明年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且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酝酿。好，它有可能是在指你的工作或你的爱情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偏笼统的去讲，因为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分太细，我们今天的主轴没有，本来就是没有要讲很细，比较是在讲一个概率啦，或者说你明年的整个总和方向啦。好，接着我们继续看哦。 Something from your past will resurface. It's okay to revisit. 好， The end of a touch cycle is finally approaching. 我觉得他有点意思在说，上这场战场之前，就是前进这个你真的想要前进的方向之前，还有一些旧的事情或你放不下的事情是得要去处理干净的，得要去分配好用好的。所以我们待会可能会看一下到底你还有什么事情是在2023的这一个很大的事情之前发生之前必须得先去面对的，然后过程会如何，我们等一下用维特牌抽一下。那我们先继续看一下牌卡，我们还有一些神谕卡牌没看完。 Gratitude 感激，Nostalgia 怀旧， Flower Vase Image all unwanting to dissolve into light， 想象所有你不想要的东西呢都化为光，而且这个道光为你展开了一个新的空间，然后所有机会都进来了。真的很像是要上战场然后打某个仗，所以打仗之前你得先做个行前准备，然后也要磨练个几年的感觉。对啊，我一直有这个画面耶，实在是不知道你的明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战争要打。虽然战争听起来还蛮不讨喜的，我们换个讲法好了，有个舞台要上好吗？我们这边换个讲法，把战争讲成有个舞台要上，所以你准备一个这个舞台必得要花十年功夫嘛，或者说花个几年的功夫。所以我觉得你明年的确是有什么样子的舞台得去发挥的淋漓尽致，然后展现给众人看。对，你的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展现给众人看的，因为这边天平跟风元素的确都是扩及到人脉的东西，所以你的明年应该是有个能够
发光发热的机会才对，因为既然要展现给众人看，必得就是发挥出来嘛，怎么还容得你在那边韬光养晦，或者说暗暗的在你自己家里面，然后做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你现在在做的这一些默默无闻的事情，可能到最后会变得很有名哦，或变得家喻户晓，然后其他人都会对你很称赞吧，或者说真的觉得诶，你有这个能力能够做这些事情的确还蛮厉害的，你有能力能够上这个舞台是很强大的。好，所以我们承袭刚刚所说的，上这个舞台之前你是否需要准备什么，那这个准备过程中又会如何呢？我们用这个舞台来举例你明年会发生的这一个事件，啊，至于是什么事件呢，你自己可能应该现在是知道的，因为这个事件应该是你现在就想要去发生，就想要去创造的东西，或者就已经期望很久的一个理想梦想吧。好，这个有可能是爱情哦，我们说的就是领域的话不一定，它有可能是在指你的工作或你的人生或你爱情，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域，然后或者交错领域都有可能，就是有爱情有工作也有可能，我们就一样综合看一下好吗？那我现在先帮你们抽，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或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你是不是会经历些什么呢，会怎么样？好的，第一张是我们的权杖皇后，我觉得你会还蛮忙碌的，这个忙碌呢有可能是要抛下某个事情啊，去赶往某个地方，所以有可能你为了这个目标，为了展现这个舞台，你可能会离开你原本的环境，或者是你可能会短暂的出游都有可能，因为这边的确宝剑就是指出游，那也有可能是在说你为了某件事情去忙碌，然后抛下了一些可能原本的人事物环境都有可能。对，第一张权杖皇后看起来是你还蛮忙的，而且这个忙是你本来就已经决定了或准备好了，所以你的行李其实带的还蛮丰盛的。好，然后接着出现了一个圣杯国王，你对于这一趟出行或准备要离开这些人事物，其实你是知道的，或者是你是感到觉得很圆满的吧，觉得是有能够满载而归的，所以你心情上面是很澎湃的，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能够办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跟你某个明年会发生的事件有关。那我们再举个例，这假设这边是在讲你的爱情的话，那他就是在说你明年爱情可能这个舞台是为某个人设计的，那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你的如意郎君，他就是在明年会跟你有个浪漫的约会，你们会在明年终究见面。好，我们假设今天讲的是你的爱情，那在你跟这个人见面之前呢，你可能会离开一些旧的人事物，好，譬如说你前任啊，或者是你现在的环境啊，你可能会搬家啊之类的，所以你可以把我们这边讲的，我们这边就是用形容或者是用个舞台去代表你明年会发生的这一个事件，那至于是什么事件，你得就是借由你现在的状况自行去代入，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然后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又不是很细的主题，我们还蛮广的去讲，所以我只能用这种偏旁敲侧击或比较大方向的代名词去形容你明年的发展走向。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你要发展这个舞台，要遇到这个大舞台，你需要离开某些人事物环境，而且你是行前准备很满的，你也很有信心能够满载而归。好，因为说现在出现了圣杯国王。好，接着发展如何？接着好像就已经站在舞台上了。OK， 这边有一个权杖一，这是指事情已经稍微有启发了，稍微有起头了。所以应该是已经有顺利在进行这件事情才对，对，哦，塔牌耶，
好，对，钱币九塔牌。糟糕，等等哦，这一个事情呢，有可能会中途出现一些你难以去预料的事件，或者是没有办法，就很像是你上你去表演一个舞台，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很难去预料到，但是你只能尽量在准备之前都给准备好，以至于上台之后不会惊慌失措，不会手忙脚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舞台这个事件对你来说，可能中途真的会出现一些你没有办法去提前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个塔跟死神牌看起来是很像命中注定会发生的，但是它又很难去预先预料到，然后先行绕道，好像没有办法。可是前面的钱币九是让我觉得你对于这一个突然到来 的事件觉得没差，觉得还 没关系啦，就反正也走走看看吧，啊，到了发生了再说嘛。好，我看一下这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是怎样，为什么会打乱了你们的步调呢？这个突然来的事情有可能是跟某个人有关，他可能是你的旧相识，或你那时候以前就认识的人，那然后他突然冒出来，然后跟你说啊，这个舞台不要演了，或啊，你要去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感觉是有人从中突然阻挠，或从中突然岔出来，然后让你必须得啊，现在是怎样啊，这个舞台要不要演啊，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面临的这个舞台方向中途会有人阻挠，或中途会有其他的意外发生。好，再来是钱币皇后，他说这一个意外发生呢，其实他是为了结束某个章节。 The end of a touch cycle is finally approaching。 他是为了结束某个章节，有可能是这个突然出现的这个人，他跟你本来就已经结怨很久了，然后他现在一出来让你更肯定我要把这个人从我人生当中赶走，然后结束跟他之间的缘分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的这个突然的事件出现，他是可能是有迹可循的，可是你没有预料到，然后这个人出现之后反而是一个福气，对你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他结束了跟你之间的孽缘，他如果再不出现，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或者该怎么对付这个事情。 OK， 所以看起来是中间会突然有一些很意外的事情发生，某个人突然出来，或某个事情突然怎么样，可是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为了结束某个本就应该结束的东西了。好，来，再来就是钱币一，钱币一，好，我觉得他这边已经差不多讲到事情终结了，或这个舞台就是有顺利在继续进行着。对，好，后面，对，后面给我们一个权杖六，看来事情差不多到此为止。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舞台啊，就是你明年会发展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到此结束，我们的讯息到此结束，没有什么更多的讯息需要带领你们了，可能就是想要提前让你们知道你发展这个事情之前会遇到什么，还有发展之中好可能会遇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蛮突然的啦，但是它的确是为了结束某个本就该结束然后超级没有用的东西。那后面他的确就是有按照他必须要走的方向去发展，而且权杖六也是一个就走吧然后成功的一个牌。所以针对这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舞台或你明年发展的方向已经差不多做个总结了，讯息没了，我们就换一个主题来讲了。因为我刚刚后面又突然想要看一下你们的爱情哦，我们看一下爱情吧，现在讲的跟刚刚没相干了，我们就换个主题来讲。
那如果待会牌卡又突然想要再回去叙述刚刚的那个舞台后续怎么样，发展的怎么样，我们就待会再看看吧。因为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些后面发展的状况是跟爱情可能有连结有关的。也许你的这个舞台就是你人生接下来想要发展的方向，啊，这个人生发展方向又可能会跟你的感情相关联，你可能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这个舞台，或你可能会因为感情而又发展了其他东西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感情有关的事情啦。那所以我们才会先讲感情哈，有可能你们就是性情中人啊，你们很容易因为感情怎么了就被动摇了啊，然后就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之类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感情哦，牌组二的感情呢，明年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剩啊？节制牌塔牌，好，我觉得这边突然有一种你的感情在明年 有一种 feel 欸，就是你必须得去平衡你的感情跟你的生活，你必须得去平衡，可是却很难平衡。我们举个例，譬如说你有一个对象要跟他发展，可是他跟你远距离，你总是得要去平衡跟他之间的生活互动，你常常要忙自己的工作就算了，忙自己的生活就算了，然后他还在那边就是跟你爱来爱去的说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花时间陪他，所以你就是需要平衡这种生活跟爱情之间的重量，你需要做个平衡。所以我不确定你明天的事情是不是跟我刚刚形容的叙述一样，又或者是其他种的平衡都有可能。总之我觉得你们明年在感情上看起来是为了平衡，可能会出现一些觉得比较烦的事情吧。但是这个也就代表说你明年还蛮有机会有对象陪着你，就是有那个人会，应该讲对的人。因为既然这边出现的牌都看起来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牌，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你现在生活当中很对的人才对。有可能他已经出现了，然后你们明年继续交往，又或者是他还没出现啊，明年才出现你跟他交往都有可能啊。这个人呢，他可能就是得跟你平衡各种爱情上面跟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算是有小确幸吧，可以这么讲。好，总之看起来是你明年的感情生活是有人陪伴的，然后必须得去平衡生活跟爱情之间的重量取衡。再来出现了一个魔术师，好，魔术师，再来是宝剑二，再来是圣杯八跟宝剑三。这个应该是跟我们刚刚的舞台有关联的。还记得我们刚刚舞台啊，中间不是出现什么哦突然的事件吗？或突然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跟你的感情生活有关，有可能你必须要跟这个人去平衡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他可能总是得要影响你的决定或影响你的人生接下来要干嘛。因为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他可能会陪着你一起去度过生活的种种嘛，或者是陪着你一起去解决人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说想要今天去外县市读书，那你可能要跟这个人报备，那你可能也会影响跟这个人之间的心情，跟这个人之间的交往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这个你们明年爱情的状况，应该是说你明年就是有想要去前进的方向，你有一个舞台是想要去发展的，可是这个人呢，或你的感情世界就出现了问题。因为
你既然要往这个方向前进，你就得抛弃掉一些可能跟这个人之间过去的相处模式。假设你们之前待在同个地方，那可是现在你因为想要去往这个方向，所以你们必须得要做个取舍嘛，不能再每天见面了，可能就是变成周六日可能约一个地方聚一次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边感觉是为了生活做了一些取舍，这个在感情里面是还蛮常见的，所以你也不用太过伤感，因为这个真的很常见。所以这边有宝剑二跟宝剑三跟圣杯八，代表说有可能你为了你想要去做的方向啦，做了一些决定啊，或者做了一些盘算，那可能会让你觉得没办法，就生活总是得要做出一些取舍才是。可是他却说这个取舍反而能够换来你真正的幸福，因为圣杯十就是真正的幸福，你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你跟这个人相处很好，很温暖，很和谐，很平安，很顺利，但你也能够有自己的自由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他也能够认可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明年应该是会有很丰盛的感情过程才对，因为最后圣杯十都出现了一个还蛮丰盛的牌卡了，这张代表就是其实你在感情世界里面已经学到很多了，已经差不多到一个完结篇了，所以你明年有蛮有可能会结婚吧，因为圣杯十的确是一个结婚的牌卡，或者是你会组建一个家庭也有可能，或者是你就决定要跟这个人永生永世定下来，也许你就这样子真的很幸福的找到这一个人也有可能。因为毕竟前面的这个我就是觉得你可能真的去了某个方向，你真的做了某件事情，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得做一些取舍，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陪他那么久，可是你的对方却即使在你这样子的决定之下仍旧陪着你去走，仍旧认可你的走向，仍旧认可你的这个未来，那这就缔造出什么一段幸福的感情对象啦，因为他没有抛弃你，他也没有因为生活因为你的想法而怎么样，反而陪着你继续，所以你们有可能明年在爱情里会丰收。好，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哦，又抽到一张权杖六，成功快乐的牌卡，很棒。好的，我就觉得祝福你们在感情世界里真的能够像现在这样讲的，真的明年有个很棒的结果出现。这边有一张爱情牌卡是刚刚稍微没有讲到的，就是想象你把所有不想要的事情都换作成光，然后这道光呢创造出一个空间，让了很多机会，很多好的时机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它反义就是你明年也许在感情当中会发生一些其实你不是很喜欢然后也不尽人意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却反而缔造出更多空间，更多机会来，对不对？然后让你这段感情反而开花结果了。就有些时候人就是得要一起经历一些磨难才能患难见真情的感觉，你明年就是也许会经历这种患难见真情的 feel。 好，然后你们刚刚一开始抽到的也是天秤座的这张牌，其实这张也是对应到七宫，那七宫跟什么有关？婚姻宫。所以好，蛮有可能的哦，明年的这个爱情方面有机会能够有个丰收的结果，所以这边 gratitude 看起来是你很感激这一切的发生，纵使过程的确有一些还蛮让你觉得痛心吧，或觉得麻烦的事情，但也无所谓。好，最后还是有开花结果，所以这边有一个花瓶 flower vase。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差不多啦，我们讲你的灵验人生，好，你可能会发展的舞台而过程如何，那现在也差不多讲完爱情了，所以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们，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祝福你们的2023年，拜拜。嗨，牌组三，我们来看你的2023年发展如何。你们的是一个节制牌， OK， 我第一个注意到就是后面的太阳是多么的耀眼，所以我想你们的明年，我们刚开头就说点吉利的好了，
好，有一点苦尽甘来的感觉。今年的这个失去啊或痛苦啊，可能都苦尽甘来了。好，都有一些新的方向或新的阳光正在等着你们。 OK， 那我们来继续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光，什么样子的好。第一张金星，金星这一张充满爱与和平，然后又感觉很像是冲着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来的感觉。所以你如果说在今年啊，那些好事情你觉得都没有发生，或者说那些你觉得很渴望的事情或爱情上面都没有什么开花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明年。所以我们待会一定帮你们看爱情，既然这边有一颗金星了，一定是代表说，你们的感情可能明年会有一些很好的情况发生。好，然后再来有一个四宫，四宫跟家庭有关，还有我们的内在小孩、原生家庭。所以我们应该也会稍微谈一些可能你现在就有小孩的人，因为这边已经提到家了。这边就是两个意思嘛，一个可能是你原生家庭，一个是你现在就已经组建的家庭，或者是你未来会组建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家庭，好吗？我们待会应该会谈一下有关妇人还有家庭的一些事情。好，然后再来是五宫 fifth house。那在谈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之前呢，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话题是要先带给你们的，因为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牌，大概知道它的一个核心意思。后面的五宫跟射手座，这边有在讲你们现在人生有点还在因为可能疫情吧，好，或者是一些借口而没有去做那些你真正想要去闯荡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借口阻止了你去做，有可能是你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好，这个可能是一个借口， OK， 也可以不是，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啊，现在时间不佳，地利不佳，所以就没有去做你真正想要闯，想要去真正想发展的方向。OK， 所以我觉得你明年应该是会想要突破这个你觉得自己绑住自己的这些事情，然后去突破真正完成你想要完成的。而且这个完成的事情呢是很好玩，是很有趣的。我们举工作例子来讲，有可能就是你很想要创业啊，然后这个真的是你一直很想要去发展的乐子的精神的方向，那你可能明年就会想要创业或真的会创业。那如果说大哥不好意思，那如果说你真正想要发展的是在爱里面勇敢一回，然后快乐一回，就不要再管那么多，我管他的，我就是去跟谁谁谁玩，我就是多出去多交友，那你明年的方向也有可能是这样。总而言之，你们明年是还蛮好玩有趣的，因为你开始愿意让自己去突破很多你内心的困住你的事情，你觉得不行，我不行这样做，或我不要这么做，或我做了不行，我老了之类的，这些借口都不再是借口了。你又还年轻，不要跟我说五十岁很老了或怎么样。我跟你讲，还没有到，我觉得还没有到七十都还不算老，好吗？七十之后可能就稍微要养生一点的，但其实以前我们还是可以再多挥晃几年，挥洒青春的。所以我是觉得这边有点挥洒青春的意思，想要去让你们多做一些阳光的事情，好玩的事情。所以你明年想要爱就去爱，想要去闯就去闯，想要去冲就去冲，这些爱闯冲的精神会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你的明年。所以有可能在爱情展现啊，或工作展现，或你人生展现，都很棒，好吗？好，我们继续看 Sunday afternoon， 下午茶是不是那个最因为这边的这一张牌其实就有点下午茶的牌卡，然后这一张心情，这个也是一个很像下午茶过后啊，然后很轻松很恣意的氛围。所以我想这边也是想要带给你们，就是你们的人生感觉一直有一个念头是困住你的，拉住你的，可能你有一些借口，有一些原因阻挡自己没有去闯，没有去发挥你真正想要发挥的。那他现在就是在讲说，人生其实就真的只有这么一回，你就好好的让自己放开来，你不要想这么多，你想这么多呢反而会更限制了你的步伐。所以刚刚等一下后面会有一些牌卡都是在提倡你必须要放掉那些旧有的思想或困住你的思想，你要觉察这些到底困住你的是什么，勇敢向前。
好，来，你看这张 Dare to Dream， 勇敢的去梦想，要勇敢，要有那个勇气 ，Get creative， 好，也就是开创来，创意开来，或者是，也有点展开翅膀去飞的那种精神在这。然后这个 Break the Chain， 有没有？他也是说。Ancestral pattern healing rewrite the future， 就有些时候我们的确会因为过往的一些什么事件啊，而导致我们觉得啊一定会失败，那就算了，或啊一定会被人家谁谁谁念，啊那就算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借口可以阻挡我们，告诉我们没有力量或没有办法前进这些事情，可是这些借口真的一定要再继续下去吗？ No， 你的明年就是得要把这一些借口给淘汰掉了，就是得去执行，好不好？我们很快速把牌看完，因为它后面其实讲的东西都一样，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一直讲。好，release soul pattern contract and past life， 它这边指的困住的东西也不只是精神困住的，有可能是你前世今生一直在阻挠你的。我举我的例子来说，我是一个还蛮容易被一些什么责任制责任感而被困住的人，但是即使我真的很想要去闯，很想要去自由，我却也会因为这一些顾忌而不敢前进，可是我一直很向往自由就是了，不论在哪方面都是。所以有可能你前世今生也是因为有某种东西困住了你，但是其实你想要往某个反方向去，可是你却不敢。你要觉察这个东西，去发展你真正想要做的、真正想要干的东西。好，然后再来 wisdom， 它这边就是有点像在说，其实这个宇宙、你这个世界，它所遵循的方向还是会遵循，不管你的个人意志怎么样。所以也许你的命定可能就是得要去冲，或者想要去闯，在这阵子去闯，那可能你就还是得去闯。就是我觉得这个 wisdom 有点像有些智慧，有些必会出现的东西就还是会出现，就还是会走，你人为再怎么阻挠或再怎么样去扼杀它都不可能，会发生，会执行，就是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可以让你们自己刚好现在想想，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觉得某些事情会发生，可是你却一直觉得啊算了不会啦，可是其实它是会的，可能还要你多放开心来去看，而且不要再去阻挠或强硬强撑着觉得不会或怎么样的。好，再来 try not to resist the change that come your way， don't delay the inevitable， don't delay the inevitable。 他这边又一直在强调，就是你不要一直抗拒改变，改变一定会来，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就像有些地震它就是会来嘛，那或者有些白天晚天它就是会换嘛，有些就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它就会是在的，我们的基因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生理性别从女然后突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也许我们刚刚指的生理性别是一生下来断定的那个生理性别，不是说你后面会去医学改变什么之类，而是可能生理性别它更亘古下来就是只有这几种或就这样而已。所以可能有些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可是你不要再去抗拒这些改变来临。 You are stepping into your highest divine life path， 你现在即将进入你人生当中的这个崇高路途，所以我觉得意思就是说你站在最对的道路上，所以你现在应该是有一些方向是真的想要去飞啦，想要去闯啦，那你明年就是会往这方向去了。好， 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说你的宇宙其实是无条件在爱着你的，你的命运是无条件的在拥抱着你，你不用去抗拒这些改变，因为它自然而然会来带领你去理解去改变。赞。好，我用很快的速度讲，因为他这边讲的都一样。 Forgiveness, start focusing your energy on past even for life's too precious to waste. You create your reality by what you think, dream and image. 好，这边看一下哦。 Life is a series of constant shifting cycle when we resist change. 你看又一样，他一直在讲我们不要抗拒改变，然后我们不要一直把所有事情都归咎在过去的纠结或抗制住我们的事情，我们反而应该要向前看，勇敢突破，不要再想这么多。好，然后这边有一个 soul mate， 就说你的灵魂伴侣已经陪着你咯，不管你相不相信，可能都会已经陪着你了。好，我们
记得刚开头是不是有说你们的爱情有一些很好的事情会发生？来，先来看爱情。爱情看我要来看一下家庭的东西。我们刚刚也有在第二次提到，应该说第二张牌卡 Four House 有提到有可能有一些家人啊家庭方面的议题会谈及，所以你待会可以听听看是在讲你的原生家庭，好，就是你父母生出来的这个家庭，还是你现在你有自己的小孩子了啊？那这个家庭问题应该也会是我们谈及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单纯的爱情就好，然后待会我们在第二个看一下有关原生家庭或家庭的事情。好，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明年到底是要闯什么，是要飞什么，是要飞去哪，有什么可以暗示你们的 ？OK， 好，我们分一二三来看啊。首先，我们先看爱情。先不看工作，因为，工作哈，要分开来看啦。牌组三们明年的爱情，哎、欸、哦，很快，有没有什么讯息？第一个是权杖二的逆位，第二张是教宗牌。你、欸、不觉得这两张很像是很像神明在给你命定你的对象吗？或者是神明在帮你撰写你的感情路途，让我想到月老。可能你明天会去拜月老，或者是、欸、月老会帮你牵线也有可能，因为这的确蛮像很多神明什么天神的、啊、对不对？好，最后这张是权杖三、欸、也是逆位哦。我们看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勒，钱币四，好，还有权杖侍者，我现在突然有一种感觉是你现在很像只有看到地球的一个国家而已，你在感情里面很像这样子，就是你现在可能只看到感情的一角一个角落，你没有看到全貌，你没有看到全部的命运帮你安排的是什么，所以你现在就像我刚刚举例的，像你只看到地球的一个国家，然后你就断定、哦、我的感情很惨，我很糟，我多美好，但其实也许在明年它其实有更广的方向想要让你去看到，所以你明年有可能在感情上面会经历一些可能不是今年会让你经历的这些感情，反而有更新鲜的有更挑战性的事情会发生。我们来举个例吧。好，举个例，譬如说你本来在意感情，只是在意对方长得怎么样，那但是明年你突然很在意就是对方他的内在是否跟你有同样的想法，或你突然很在意跟这个人合不合，然后跑去找月老求签之类的，就是你明年在意的感情跟现在在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可能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刚刚就是说感觉你现在只有看到爱情的一个小角落，其实有更大的方向你是没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命运应该是有更远好更扩大的安排在安排你明年的感情。好，我们继续抽是什么样子的安排。权杖九哦，他想要先疗愈你的伤口、哦、圣杯七，对，他现在想要先疗愈你的伤口，对，你明年可能会没有那么快遇到适合的对象，又或者是你可能没那么快在感情里面就觉得很舒服，我感觉你还是有一些感情上面的伤痛是还没有被疗愈的，有可能这些伤痛是你之前被谁不公平对待过，然后你一直记恨于怀，所以你一直把这一个伤带到每一个你认识的对象上，觉得他们都会害你之类的，所以我不清楚你的伤是怎么样，可是就是感觉还有一些伤是你必得先在遇到好对象之前先疗愈好的，所以有可能你的命运安排给你的是一些时间好好的整理自己的精神，好好的整理自己的世界，然后再遇到好的对象。
OK， 所以你的明年事先安排就是给你一个疗愈的机会啦。这个疗愈的机会有可能是会朋友找你出去去玩去唱歌，暂时不要想那么多感情的，或你有很多哥们能够陪你也有可能。反正这是一趟疗愈的刚开始啦。好，假设你有对象的话其实也适用，就是你明年的感情其实一开始反而是先从疗愈的这一个课题开始，反而不是马上跟这个人进入更深层的连接，可能就是先以疗愈为主。好，再来是恶魔牌跟钱币一。你在疗愈的过程，疗伤的过程，你可能就会唤醒你内在真正想要发展的事情。譬如你其实很害怕被不公平对待，所以你真的很想要遇到一个个性言谈言论都很好的人，他绝对不会这样子对你，所以你才会从疗愈的过程当中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后面的钱币一，我觉得是你的命运的确有往你想要的是什么去给你，所以我不确定你明年在感情里面到时候会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你的命运会帮你安排你想要的。而且我觉得他不是刻意安排就是送你礼物，而是因为你自己意识到了，所以你当然也自然而然吸引来这样子的人。好，然后再来是隐士牌，所以我想你应该会寻寻觅觅的去找这个适合的对象，或去发展这个适合的恋情。假设你是没有对象的话，就是寻寻觅觅的去找到这个对象。那假设你有对象，到时候有对象，可能就是你在这一个恋情当中寻寻觅觅的去疗伤自己在感情里面的受伤，然后在你跟这个人对象当中就是舒服的慢慢的去找到你们最好的相处方式。所以你到时候如果有对象的话就是这样子，那没对象那就是那样。好好，总而言之，不论怎么样，他这边都是以疗愈为开头啦，就是不是急着跟谁谁谁进入很急切的关系，而是慢慢来。好，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还有你不足什么。好，接着我们继续感情还有没有？接着是塔牌。好，看一下这塔牌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情发生了？五宫、水星、天平。我觉得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对象的话，你可能会突然发生一些……等一下，我帮你们抽。我刚刚讲到哪？我刚刚讲到，如果没对象的人，可能到时候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我刚刚就是突然想到这副牌卡可以帮你们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啦，这个牌卡啦，它可以抽细一点，就是你感情到底怎么样。我现在先给到时候会单身的人去看，那你到时候如果是有对象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再看，先看有对象的人，没对象单身的人，你到时候在感情里面的这一个。发展是怎么样？你们疗伤之后感觉有出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哦，感觉就是或许是有网友约你啦，或者是你突然有很多人喜欢你啦，不知道。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对， strong date， 你会跟网友出去，又或者是你可能会跟很多人有一些短暂的约会，又或者是你可能会被安排相亲，相亲很多人啊都有可能。因为这边天水瓶的能量搭上水星，我就觉得你可能在那一阵子疗伤完之后，你就发现天哪，突然有好多感情的路线一直在给你安排上，一下子可能家人跟你相亲，一下子可能你可以去见网友，或者是你可能跟谁谁谁有很多短暂的约会都有可能。哇 OK， 很丰富啦。好，单身的人到时候我看一下有对象的人是怎么样一个回事。你们有对象的人有对象的人还会也在那边相亲吗？还是我看一下being charm 啊，有对象的人你会跟对方再度有那种暧昧回到刚开始交往的感觉，
如果说到时候你跟你的对象其实有点 boring， 有点腻了，那你们两个人那时候其实反而不会那么腻哦，你们会因为是一些事情更珍惜彼此。来看一下这两张牌 ，Never Enough， 就会觉得哦，跟他怎么待都待不够，我们花这更多时间在一起。Yes, yes， 我看到一张牌 ，True Love， 真爱啊 ，True Love， 这很像 Taylor Swift 的那一首歌的场景，对不对 ？Love Story 的场景。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是你单身的话，到时候可能你真的会有很多邀约了。那有非单身的，就是有对象，可能就是那时候你跟那个对象呢，好恢复那种你情我浓、爱来爱去的死去活来的精神，你们没有那么腻了。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吧，让你意识到彼此的珍惜跟重要。好，那我们继续回来看爱情后面发生什么呢？钱币国王 ，King of Coin。A 圣杯四哦，不知道哎，等一下哦。圣杯七跟圣杯皇后，好吧，我觉得我这边爱情要做个总结了，我觉得后面不用讲这么多了。刚刚不是讲到单身的人可能有更多人邀约吗？那如果有对象的人，可能就是你跟你的对象，哎，越来越浓，你就是爱来爱去的。那人很腻的感觉就是已经飘走了，对不对？那之后他的发展其实就没有讲那么多了，因为老实说这边也真的只是2023年的一个概略概况去看而已，我觉得我们这边讲太细了，后面反而再讲也不准，因为真的针对每个人不一样，我们真的只是讲重点。所以我觉得他这边讲到你们之间的确先从疗伤之后，然后再来遇到了一些很多好单身的人有感情对象，好或者没单身的人可能跟对方开始再往下发展，就是一个走向走下去而已。所以他其实这边主要就是你们明年的感情是有趣的，是好玩的，他不会继续这么沉闷或者是朝着一个没有意义的方向走，他会是希望能够发展出一些意义的。所以你明年会遇到的对象其实是都还蛮有缘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刚开始抽到的牌，我鸡皮疙瘩，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Soul Mate， 对不对？里面会有灵魂伴侣，然后还有这两张其实也是疗伤疗愈的牌。所以很明显他这边真的只有提到爱情在明年，你会得先疗伤一些旧伤啊，得先疗愈自己啊，那你之后遇到的这些对象其实都是很可贵而且珍惜值得去好好尊重的人，他们都是对的人，所以你明年是值得期待在感情里面遇到这个真爱的人。那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对象也陪你走到明年的话，其实他就是那一个很对的人。那我们这边指的对人不一定是要走入婚姻，当然有可能走到最后或走到婚姻，但是也有可能他就是那个现在命运当中最好最优秀的人，所以要你好好珍惜而已。好，所以我们感情就没有要往下看了，就先看到这。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主题是家庭，因为刚刚有提到你们感觉有些家庭的东西是需要谈谈的。我想分别抽三张你们的原生家庭明年发展会如何，以及三张是给你现在有家庭的人去听的。有家庭的人就是你有子女 ，OK， 你现在是为人父母。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也可以听啦，说不定你明年会有子女嘛，啊，听听看，没关系哦。三张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好，你跟他们就是原生家庭，你就是被他们生出来的，就是你的父母跟你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也是掺在里面，反正原生家庭就是你原本的家庭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你明年原生家庭有没有什么内容要告诉我们。三张牌组三的，哎呦，跳很快呢。宝剑侍者、钱币国王，哎呦天哪！再来一张，好，最后一张。
铿锵有力的跳出来。其实他刚刚就开头，我在抽这张牌之前，他就说不用抽了，前面这张就是了。结果我硬要抽一张牌，你看看这两张节制，大家节制，难怪他刚刚叫我不要抽了。这一模一样的牌嘛，是有什么好再继续抽的？好，我们来讲一下，先讲原生家庭。反正每个人都可以讲，因为你现在一定是有家人生你出来的，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可能还是需要谈一下。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原生家庭一直有一种固定的东西延续下来的传统，可能现在还在影响着你。我举我的例子，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我觉得啦，我在我妈的控制之下活得还蛮不自由的。我从小还蛮就是逼着自己要考第一名啊，或要很积极进取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从国中开始，我知道我自己要上什么高中，要上什么大学，我就是一直每天晚上都是在读书。然后我妈邀我出去玩，我也不玩，我就说我要读书啊，不是你教我的吗之类的。所以我就牺牲了蛮多时间在自己读书啦，或自己就是跟自己相处这样。就是有点，我也没有到很书呆子，我还是会跟朋友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班上的人其实也都还蛮很，就是大家和乐融融，不会觉得我书呆子，我是有融进去的，只是就是我还是蛮花蛮多时间在读书，所以其实这种精神、这种传统一直都影响到我的身体，一直影响到我现在发展我的世界，我还是很好，就是很好争性很强，然后很好强，很有自尊心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也影响了我现在的发展状态，然后也让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没有说软化很多，还是有这种强硬的感觉，强硬的风格在。所以你自己观察你这个家庭是不是有带给你某些很强烈的色彩，是你到现在都还挥之不去，而且都还在身上的。那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你一直以来真的让你觉得还蛮绑着自己的东西。然后前面的钱币死就是在讲说，明年你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些色彩，这些传承下来的传统，你真的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吗？你还要再继续背着这么沉重的东西下去吗？其实是有些没有必要，你就可以稍微放掉，你就可以稍微平衡一下，不需要这么矜持，或不需要再一直背负这些传统的东西下去。我们再举个例，就是现在其实父母都会要求小孩再继续生小孩，因为要传承子嗣嘛，对不对？传承我们的血脉。可是呢，有些现在的观念就不是啦，其实你要传承也可以，你不传承也 OK，就看你啊。所以你自己其实也许明年假设你不想要再继续生小孩，你可能就会跟你父母去沟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他这边的意思就是在讲说，你明年在原生家庭这一块的问题，你会有一些你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色彩的问题是得要重新整理的，或重新去觉察你到底还需不需要，然后不需要就放掉，需要的话就继续去观察一下轻重程度。如果说真的很让你困住了，其实你真的得要去改变它。所以它其实它里面涵盖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这边只是讲个大概，那里面可能就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发生了一些一连串的对答啦，跟你父母之间谈话，或者是你可能就要找你爸妈之类的，就很多啦，所以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好，这边就是原生家庭的方向。总之我觉得它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明年其实大体方向，不论是家庭还是工作还是人生还是爱情，其实就是朝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国度去走。所以你如果一直在背着那些旧的东西，或者说很难以背负的东西下去的话，其实会累死你。那他不想累死你，所以希望你能够在这边就赶快停止，然后去卡掉，然后重新整理，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这边的原生家庭其实就差不多了。好，差不多。那我们讲一下明年如果你是有小孩子的人，我们看一下这个家庭的意思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哦。如果你明年是有小孩，家里面有小孩的，好，钱币流，我们来看你需要注意什么，还有这边要带给你什么样的议题话题。你有小孩，明年有小孩的人，明年家庭是有小孩的，你是父母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
欸，其实我觉得这边不是要顾，不是要你注意什么，而是说你明年也许会发生这些方向，然后你需要好好的去了解这个方向为什么要发生，或这些事件为什么要发生。这个是好的方向，我们来聊一下。反正这边现在讲的就是你明年是父母的话，你如果是父母，在明年你跟你的子女之间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新旧观念的融合，新旧观念的融合导致说你们家里面会有一些新的思维出现。譬如你的小孩开始嚷嚷的说他未来要出国，而且他嚷嚷的这个出国呢是势在必行的，说我真的要出国，我没有要活在你的影子下，就是感觉你的小孩会出现一些新的思维，他想要去干嘛，他想要变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会跟你谈，而且这些过程他不是痛苦的，他是还蛮有趣的，他是会让我觉得其实你也知道，因为你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守旧派的，你是一个还蛮能够融合新旧去前进的新型人，所以你还蛮能够面对这样子的子女是很释怀的。所以第一张钱币的他其实没有要说这样子的关系不好，反而会说哦，这个关系真的太美了，现在这种新旧转换的时代你能有这样子的思维，而你的子女也能够融洽的去跟你谈这些新思维新改变，其实是很棒的，它是很美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可以期待你明年你们家你的家庭，你自己是父母嘛，你跟你的小孩之间会有一些新的生活局面出现，那你的小孩也会有一些新的对未来的展望，你可能可以去多了解他有什么新想法，然后多鼓励他，带给他正向的影响会比较好。然后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因为这边有很多钱币，他有在说你明年可能会灌输你小孩一些金钱方面的观念，而且你小孩子也会，就算你不讲哦，他可能也会跟你提一些有关金钱方面的议题，他可能会突然跟你说啊，妈妈你最近花钱花很凶耶，不要花那么多，他就会反而关心你的钱，就是他可能 maybe 才国小六年级，然后他就跟你讲这些话，所以 maybe 你明年的小孩子他就是会特别成熟，他会对你的这边金钱观念啊特别看重，你可以好好留意一下是不是你明年你的小孩子真的在这方面长大了，真的是长大了，而且还有新思维出现。我觉得现在小孩越来越博爱精神，而且这个爱的包容度也越来越广，他们可能很快的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在 what's going on， 在干嘛，发生这些 crazy 很疯狂的事情，然后这些小孩呢却来帮助我们，很像天使一样就拯救了我们这些无聊的事情，无聊的世界带来给我们很多新的思维啦。所以你明年如果是有小孩子的人呢，你可以好好的开心。好，那至于会不会怀孕，因为有些人其实还蛮担心怀孕的，因为我们毕竟都讲到明年小孩子什么的，这边看不到怀不怀孕，我们就不要多揣测了，看不到怀孕，我们单纯讲明年有小孩子的人需要听到这些讯息。好，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第三个主题，对不对？我们讲第一个是爱情，第二个是家庭，第三个我们刚刚应该还有一个东西是需要提的，就是你们接下来明年会去闯的这个方向，是吧？我们刚刚最后有看到射手座跟武功，你们明年会去闯的东西哦，会有一个会想要去发展，然后很有乐趣很好玩的这个方向，也许是你自己的人生规划或安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向如何，是好是坏，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抽五张就好。你明年的这个人生在闯的这个方向是怎么样？太阳白，哎呦喂呀，很好啦，真的很棒。我觉得这边是很鼓励你，就是多为自己的人生去冒险去闯。不论你现在为人子女，还是你现在为人父母，其实都适合去闯。我觉得他是说要闯可以，但是要先有规划。宝剑三跟权杖的逆位，因为你们刚刚有说，还是有一些旧有的观念在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闯，或告诉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其实它可以放掉。
大家说你要多有自己的规划，多有自己的个人意念，你想要怎么样，那你就有规划一点，多为自己的方式的未来去创造，你是一个能够创造的人哦。所以最后一张是愚人牌，就是代表说你明年会有一个崭新的一年，它可以是很多新的东西在出现的，看你愿不愿意让自己去咯。我稍微看一下，这个崭新的事情哦，是跟什么有关？稍微看一下。新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你灵魂来到这的目的，灵魂来到这真的很想要体验的其中一个目的。对，有可能是认识外国朋友，这个是你灵魂来到这很想要体验的其中一个目的，又或者是你想要多跟其他人接触，多扩展你的交友圈，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目的应该是跟其他人有关，这边有一个天秤座，很像是交友或人际关系，所以可能你明年的这个你灵魂想要前进的目标应该是可能跟人是稍微有关联的，但这个只是广泛的去讲啦，真的是不是针对每个人。算了，好，我们还是不要筛好了，我们再回归刚刚的重点，重点就是你明年是比较鼓励你们去尝试你真正想要去创造新奇的方向，而且这个新奇的方向是崭新的一个未来，崭新的世界，它是能够去闯的，它是很有冒险精神的，你如果不去闯你真的会后悔，所以你明年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规划，可以去试试看的。好，最后呢，我看一下还有没有额外的讯息嘞，想没有，对啊，好像没有了，大概到这。因为其实前面一二组牌啊，我现在只有解到一二三组牌嘛，它基本上都有在鼓励去多做一些新的事情，不要再继续守旧，就很明显的就是在说我们明年是一个崭新的一年，我想那些口罩还有那些疫情已经不会是影响我们的东西了，所以代表我们可能就解封啦，或者是能够去出国啊，或者是看你要发展什么，其实都可以赶快安排上的意思啦。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下你现在是不是有真的想要赶快安排上的东西啦，那这边真的是鼓励你可以赶快安排了。好，这边太阳还有愚人牌都是很好的暗示，既然你抽到这一副牌，可能就是真的有一些这边的内容想要带给你嘛，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听一下。 OK， 那我们就大概到这啦，感谢你们牌组三，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嗨，牌组四，我们来看一下你们2023年的发展如何。那你们选到的是这个充满智慧的一副牌卡，很老成耶，你们是不是对于现在的人生状态已经觉得啊，已经很老练的感觉，然后也有一种看透人事物的 feel 啊？或许这张牌有点暗示着你现在的心境其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你以前可能对很多事情啊都很在意，然后也很看重，可是现在你反而看清很多，然后也懂得很多人世间的一些运作方式，或许你也找到了你自己存活在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所以我觉得它这边有点暗示着你现在找的这个方法的确就是你自己的智慧，它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方式在存活着，不论是你可能还在别人底下工作，又或者是你为了自己而活，为了自己工作都可以。我觉得它这边是说就算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一种专属于你自己生活的一种智慧，可能明年你也会找到，你也会真正的发现你想要用这种方式而活，你不想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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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开头他们想要跟你说的。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的一些神谕卡牌。这边接下来的牌都是在暗示明年的一个发展方向建议。第一张 Time， 他说 You are trying too hard, give it the time。 很多事情呢，就像这个牌卡所说的，
没有办法急，急不来，需要再给一点时间。我不知道是指什么事情，我们来筛一下，是什么样的事情在明年你还需要再给一点时间呢？我觉得应该是指感情类的啦，或者是情感类的东西。对，因为这边筛到四宫，又是在巨蟹，又是月亮，的确都是水元素的宫位，应该是指情感类的东西。譬如爱情、亲情，又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本来就强求不来嘛，还是要一点时间。好，那待会我们因为今天的牌主题还是有讲到爱情，所以等一下也会再另外抽你们明年的感情方向。好，那接着 Oceanic Love 这张也是指一个爱情相关的，或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关的东西。你看这，你看一下画面中的人，然后再看他手中的这个星星点点，这看起来就很像是你明年会想要很珍惜某个与某个人之间的缘分。那这个缘分有可能是情感上的缘分，又或者是你跟你小孩之间的缘分，又或者是你跟你姐姐、阿公阿嬷之类的缘分。反正我觉得看起来是你明年特别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那我们刚刚一开头不是有说感觉你好像对于某些事情没有这么在乎了，也许你对于什么金钱啊或者是什么自己的飞黄腾达反而以前很在意，可是到了明年你突然觉得你很在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羁绊，你特别会对情感这种事非常牵挂。OK， 那你现在可能 maybe 也有朝这个方向在走，就是你觉得很多事情真的都只是浮云，对你来说更重要的而是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人。所以他这边有点步骤在放慢的去讲说你明年的主题是放在珍惜，然后还有情感羁绊这些东西。 OK， 那我们再继续看吼。他说 Let go of the idea that you are notReady， 放掉那个想法。然后什么想法呢？你觉得你自己还没准备好。我不知道会不会你自己现在其实就对某些事情是没有把握的，然后觉得哎，到底能不能成功呢，这样之类的这种感觉。可能这边都有在指这件事情，就是跟你说你的想法要放掉，你不要觉得还没准备好。有些事情本来就是要一点时间去酝酿才行，而且你自己本来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急不来的，然后你的发展也的确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他应该是有在指你自己想要发展的某个东西，他可能给你一个建议，很明确的建议在说需要点时间，然后要放掉那个你觉得还没准备好的想法。反而你应该要更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智慧啊，你自己的智慧就是不用这么急嘛。那你自己也知道人世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在运作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好急的这样。好，然后接着是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you that can fulfill you。 我真的觉得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干嘛，而且很清楚的知道你未来的这些方向能不能成功。你应该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三眼轮吧，第三眼轮就是我们可以讲眉心轮，又或者是我们的洞察力或者灵感力吧。我觉得这方面你是挺清楚的，就是你还蛮能够理解清晰的，不然你可能不太会选到这张。因为上面这个你看他的眼睛就多清澈啊，然后还搭配上一个鸟，还可以看很远。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本来就是看很远的人了，而现在你看得更远，可能明年你看得更远，那对很多事情你当然就了若指掌。然后他这边只是再度提醒你，你已经知道一切了，你也知道这个方向该怎么走，没有什么事情是会超出你的计划范围外的，因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你本来就很清晰的能够看见很多事情。 Oh my god， 对，我真的是讲对了。你看我们的牌卡又出现这张 Higher Perspective， 你就是有很好的观点啊，你的想法就是很正确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可能你抽到这组牌真的是你本来就 很在提升自我的这个层次了，然后你自己也是一个眼界还有想法上不断在提升精进自己的，你并没有视那些什么人世间的俗事太重，你知道要去经营，可是你很多事情反而比较能够权衡利弊，然后平衡标准这样。所以我实在觉得这边没有什么好批评你的耶，你明年其实就是还蛮顺顺的在走的，目前是没看到什么比较偏问题的点啦。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吧。
Trust the needle. What is the needle feeling trying to tell you? 相信你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暗示着说，你们这组牌的人应该是有很特别的一种雷达。你一有这个雷达，你就很知道这个是你的灵要跟你说的话，或这个是你的命运要找你走的路，或这个是你的智慧要叫你前进的方向。就是你应该是有个雷达的，就像我在算牌，我也会有一种雷达。如果说这个频道没有接上的话，我怎么讲都是 KK 的。我昨天晚上在录你们这组牌的时候也 K 也 K， 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就明天早上再录。因为我现在的录影片的方法就是不需要太干，我想要慢慢的去品尝，然后找到最对的时机去讲述牌卡啊。你知道你们这组牌也有点这样子一个氛围，就是得要找到最对的时机，你自己的雷达对的时候，那个感觉才都对上，事情都顺利发展。所以我觉得他要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就是有个雷达，他就是引导你前进的一个方向 GPS， 你自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所以你应该很知道你接下来的方向该怎么走了。好，接着呢我们先看星象牌，这里有一个六宫土星，土元素 Earth Element。 你们这组牌其实都还蛮稳定的能量的，就是很土，超土的，就有那种精干老练的 feel， 然后很老成，然后也感觉很像是不急不徐的在慢慢的前进自己的目标，而且最终会达成。因为你既然都已经这么不急不徐了，你应该是非常有把握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应到你的明年发展，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就是很慢很慢的在发展，可是就是中都很稳定，很稳定的在朝向那个方向走，因为你知道那个会成功，有点这种 feel。 所以他这边也有点建议，就是你明年如果有什么想要发展的东西，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去经营，最后一定会有得成愿的一种感觉，会得到这个结果。 OK，因为土星跟这些土元素在这边给我的感觉是，你付出的东西是绝对不会没有回报的，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原结果，或者是会有一个最后的答案出来。或许你现在假设好，你现在卡在一个很不清不楚的感情里面，那你圈到这组牌，它就是在讲你的这个，你可能现在困在这个不清不楚的状态里面，可是它一定会有个结果，它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答案，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清楚它现在在讲你的哪一个面向，也有可能是爱情啊或工作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稳定的牌卡，而且很慢慢的得到答案。不管你现在在经历怎么样子混乱的一个过程，它最后一定会稳定下来。 OK， 那它还有再提到一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这张 prayer， 它这张牌背后的意思是说，你许的愿望的确有被听到，你想要的目标的确会成真或会有一个结果出现。但是哦，它后面有提到一些话，它说可是这个方向真的是你所想要的吗？还是这只是因为对方叫你这样子做，所以你这个才是你的结果。就有些事情它并不是真的你真正想要的，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事件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或许明年的确我们刚刚讲说还没有看到什么挑战或困难，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我们身在其中然后不知情，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我想要的，可是却硬逼自己去前进，那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所以这边土元素它其实也有点反噬的感觉，就是你如果一直困在这个情境里面然后不自知，也没有想要去多做一些行动的话，你的确会被困住，你的确会没有得到最后你真正想要的结果，因为那根本不是你想要的。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必须要看清，然后去走，去经营，去拿到，那才会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我觉得这边也有点稍微建议，就是你想要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你想要的吗？还是只是你自己的空虚匮乏所产生的一种妄想呢？好，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最后这一张，好，
张牌的背后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得需要自己去行动，不能都只靠其他人或靠命运去推着你。如果今天命运帮你安排了很帅的人在你的门外在那边走来走去，可是你却躺在家里都不出去，你是不是始终就是见不到这个人？他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生他的确安排了很多事情进来，可是你如果没有看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并且去行动的话，那个结果就不会是如预期那么好，再好的命运放在你手中也是白费，有点这种感觉。所以他又再度强调了一个重点，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不要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既然你清楚知道这个是你要的，那就前进，那就去行动吧，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现的。这个目标如果你觉得一定有办法达到，那它一定会成功。它这边再度给你一个肯定，好不好？好。然后这一张这张也是一个很精密啊，然后非常老练干练的一张牌耶。我想或许你们在感情里面应该明年也是挺老练的。我想要先帮你们看一下感情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个人生的东西。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稍微叙述你明年的一些大体方向发展，可是一些细节的啊，譬如说你明年会过得如何，或者是你明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好像还没有讲太多齁。我们要先从感情来好了。可是我觉得他没有要讲那么多，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自己就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了。这边只是在叙述一次你现在的人生方向而已，就是所以为什么他没有给我太多内容，有可能是这样。没关系，我们先从看爱情齁。你们明年的感情发展有什么样的讯息呢？既然说你们这么老练，这么的精细，好 ，Nine of Swords， 宝剑骑士，权杖七，权杖十。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面其实还蛮受伤的。应该是已经经历了一些伤痕才对。这边看起来感觉就是你有很多无奈，然后你也背了很多不太想背的东西啊，一路走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对感情没有很天真欸，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是那种罗曼蒂克派的，你比较务实派，你比较看重现实。譬如这段感情真的继续走下去，你有想要结婚吗？你有想要创建家庭吗？你现在开始会怀疑，就是感情到底是三小，就是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我跟你讲，我跟你们一样怀疑过，我在爱里面到底想要得到什么。然后后来我给李佳催眠之后，他帮我催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在爱里面只是需要陪伴，我需要一个陪伴的人而已。我没有想要生小孩，我也没有想要结婚，就对我来说现在的定义是这样，这才是我最终想要的目标，那我就会想要朝这个方向前进。所以或许你来救护车来了来拯救你们的爱情心中世界好吗？可能你们爱情真的经历了一些别人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一个过程，他现在就是希望你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然后去继续追求它，不用放弃嘛。那你如果想要的是一个人，那也很好啊，你就继续追求你一个人的世界。好，这边国王牌，你看这个国王他手中拿着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很像是圣旨的感觉，他自己的规划的 feel。然后加上后面也是一个国王牌，实在是代表说其实你在感情世界里面你能够自己去操纵你想要经历什么样子的感情，可是重点是你有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吗？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在爱情里面可能还是会跌跌撞撞遇到一些事情，因为你自己不清楚，然后命运也可能会安排一些奇奇怪怪的过程给你，然后让你再搞清楚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好，一次跳出恋人牌，还有宝剑一，对，我觉得他最后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感情世界里面，明年会有一个结果出现。
我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因为他会看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真正想要的就是一个人陪着，那里面就是会有一个人陪。那你如果真正想要的是你自己一个人再继续疗伤自己的感情世界，那有可能明年就还是一个人。他这边意思是说你自己会成就你自己的明年感情世界，但是你得先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没有找到的话，你的感情世界的确还会有一些混乱，或者说还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情况发生，为了要让你去了解你到底真正的要的是什么。 OK， 好，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感情讯息进来。他最后还有提到，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能有点被像被风吹来吹去的苍蝇一样，就是找不到方向。那找不到方向你会如何？你可能就会在爱里面失去自己，然后去追求你不喜欢的人，又或者是继续下去你不想要的感情，又或者是继续可能借酒装疯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你在感情里面还是有一些迷茫或者迷路的 feel， 你如果找不到方向，你就可能会一直靠可能不是这么正确的方法去继续前进。可是最后你会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的，这边是打包票的啦。因为我觉得你们之间，你们这组牌应该是很聪明的，你不会想要继续在游戏感情世界里面，你会想要认认真真的在为自己规划你真正想要属于你的体验感情世界。好，欸，我们刚刚不是有抽到这张 There's nothing outside of you that can fulfill you， 对不对？他就意思就是说没有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东西能够满足你了，所以只有你自己能够满足你自己。你如果连自己该怎么满足自己，然后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的话，的确来什么帅哥美女真的都是没用。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希望你在爱里面真正清楚你要的是什么，这样子你的爱才会在明年很清楚的有一条路，然后也会找到那个对的人陪着你，或看你想要怎么样的爱情生活这样。 OK， 好，那我们刚刚不是说人生方向还没有看得很完全吗？我们再来用维特牌，好，这一副牌再帮你们抽一下，人生还有没有什么你们2023年会出现的想要告诉你们的讯息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好，牌组四，欸，我才发现你们选到的牌卡刚好是40号对应到牌组四，然后四也是一个非常土元素的一个数字。天哪，你们这组超土超土。好，这个力量牌不是土元素，它是那个狮子座或者有点火元素的牌吧，看一下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你的明年，钱币国王跟宝剑使者。我觉得你对自己的，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说你有你自己的智慧，你有自己的洞见吗？你对你这一个东西好像挺没自信的哈。前面的这个动物就让我觉得是一种直觉力或者一种引导力，然后加上他这张牌又是力量牌，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个智慧，你对自己信心不足啊？你为什么会对自己信心不足呢？信心不足，有可能发展你的人生任何面向都很容易会被动摇。权杖四逆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有的痛病。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我们很常被教育就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成功，又或者是事情一定要花很久才能够完成之类的，就导致我们因为这样有这样子的观念，然后导致说很难看到未来，很难看到结果，然后就不相信自己嘛，也不太想要去努力这样。他这边有点像是说怕你也会有这样子的 feel， 然后就更看不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办。即使你可能有很好的直觉，你可能有很好的洞察力，还是会因而退却啦，或因而找不到方向啦。对，
对啊，打一个权杖无逆位了，就很容易被带走啦，很容易被一些混乱的想法给带走，然后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主见。嗯，好，这边来一个愚人牌，看一下哦。我觉得他的意思还是说要你能够脚踏实地的去相信你的智慧耶，因为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在生活着嘛。那现在你也已经找到了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也找到了你自己能够前进的一种 GPS， 一种智慧了，这个东西就应该会比其他别人告诉你的方向还要再更实际耶。就是你明明都已经发现你用你的这种方式生活，然后你用你的这种角度去选择往往都是正确的，那你为什么还要不相信他呢？你为什么还要灌输自己没有办法信任的这种感觉呢？这个世界实在是有太多太多负面的这些资讯哦，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信任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还没准备好或啊不可能之类的。你真的应该要好好勇敢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这个力量，你的力量是很无穷无尽的。我就觉得你们很像头脑上背着一只猫头鹰还是什么的，还是老鹰，反正我不管是哪种鸟，我觉得鸟他们都是还蛮有洞察力的，然后看的也比一般人还要透彻，可能你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OK， 你们看得很透彻，可是这个世界有太多心魔了，我们的心魔会让我们变得误入歧途，或者是变得迷茫。嗯哼，但这边有一张愚人牌哈，告诉你就是你明年还是会在跌跌撞撞之后又重新找到了你自己的方向，因为你发现其实你自己的这个智慧才是最能够引导你前进的唯一方法。 OK， 所以这边有个钱币三，看起来是你有照着你的方向在走，然后也走得算挺顺的。我不知道你要发展什么，也许你想要进入某个舞团，然后你明天就照着你的感觉去报名去前进，然后最终也的确有顺利的走到这个方向。可能就是他这边就是在讲你明年的某个东西吧，你可能想要发展这个，而你一直被很多人动摇，然后也觉得自己不够或钱不够，或者是不满意自己的状态，没有自信之类的，可是最后你还是会真正发现你能够前进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你了解这个是你的智慧，这个是你相信的这个东西，你的相信，你的信念是最强大的，所以你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你真的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你的眼界是很确定的，你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你不需要怀疑自己。好，接下来是钱币使者。对啊，我觉得这边完全没有要去批评你，你的观点是错的。我反而觉得他一直想要批评，就是你很容易被那个什么周遭的人事物给牵着鼻子走，然后反而没有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可是你自己的力量反而是最强大的，你应该要去信任他。与其信任别人的，不如信任自己的，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你自己在操控的，你自己最清楚吧。好，我觉得人生的差不多到这，但是你们刚刚抽到很多土元素，然后还有土星这些概念的牌，可是偏偏这些概念的牌通常都有一些什么很像业力啊，或者循回因果啊的这些讯息会进来，或者是你明年会遇到这些事情，所以我想帮你们看一下你们明年会遇到的什么因果循环，又或者是业力会是什么。因为只要讲到土元素或讲到土星，通常会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想要另外帮你们看。因为刚刚人生跟爱情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他真的是在讲说你就是信任你的眼界就好，你的观点就很正确，干嘛要相信别人，就是有点一直在重复讲这个，我觉得有点 stand 了。那至于工作跟金钱，我有说过我们会另外再做一起去讲，今天就是比较概泛的去看你明年2023年的灵魂局讯息，然后总体导览的一种感觉，没有要讲很细。好，我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因果循环或土星
讲的这个业力业障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要告诉我们。 Oh my god， judgment 审判牌，天哪，真的有耶。他说你今年种下的种子明年就是会有相对应的结果出现，不论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是废话没错，但是我想看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呢？钱币国王，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三宫，我看到了一个人，他在规划他的未来，然后很像那种他准备要航海这个世界，所以在航海这个世界之前他必须要拿地图去规划他要走哪里，他要航向哪里，然后他中途又要去哪里，你就是有这种感觉在这。所以你今年如果有规划什么接下来要干嘛干嘛干嘛，譬如工作想要发展什么，或者说你明年想要去哪里玩，又或者是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历史，成为你的成为你留下的东西的话，你明年不论是我刚刚提到的哪个东西你想要创造，你想要发展，这些东西都在明年会显化出来，或者是会有一个会有一个结果吧，可以讲结果，就是它不再会是你脑海里面空想的东西，它是真的在执行，而且战战兢兢在走的一个事情。我不清楚是什么耶，但这个事情应该是你今年有在规划的，可是就是还没有执行，应该看起来是还没执行，或者说执行得很草率，然后也很潦草，就是大体还没完成。好，月亮，塔牌，对呀，这边都是给很大的牌耶。六宫，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讯息。其实海王星在这的确也有跟梦想有关，有可能这个他这边所说的因果循环业力业障是指你的梦想，他如果要前进要实现必须得付出一点牺牲或付出一点代价，而这些代价有可能是辛苦努力的时间或辛苦与其他人在那边交际应酬，又或者是你辛苦的花了很多时间准备的东西，就感觉可能你还是得要花很多时间安排，然后去组成这件事情，出去你发去让它完成，去让它执行的感觉。对，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哦，因果循环。好了，我觉得没有了，反正他这边就是在指一个目标，你今年有在规划的东西，这个就是你明年可能会有业力或会有因果循环的一个结果。然后他也没有在指说这个业力是不好的那种业力，譬如说你一定会怎么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啊，又或者是会不好的什么凡事之类的，他不是在讲这种业力，他讲的是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一定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出现，就是有因就有果的一个意思，不是说有什么业障或冤孽的那种 feel， 不是 OK。 好，牌组是看看哦，对，差不多讯息就没了，大概到这。那牌组是就感谢你们啦，希望有支持帮助到你们，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